平台交通音乐广播，你好交通，本节目由平台广播。一天又一天的忙碌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了？嗨，邢台。我看见巍峨的山起伏于茂密林间，我看见汩汩的水汇入登陆山前，我看见市井人家的寻常热闹，我看见八街九陌的繁忙有序，我看见文明从这里出发，碧瓦飞毛，上弦庙堂，3500年文脉延续着古城的威仪，太行庇佑，百泉滋养，书写着华北第一城的瑰丽史说。荥耀的白瓷，凝固时间，闪耀着夺目的光辉。寻访彝族扁鹊，望闻问切，仍在庇佑苍生。那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水，通渠了包容和开拓。仰望苍穹，郭守静心闪耀星空，照亮彼时中国，探访未来的路。隽永的笔墨，挥不尽历史的厚重，便融于长河，洞穿岁月。灵性的泉水，恰如其分的中和了古朴与现代，厚重和年轻在这里交相辉映。我看见每一条街，每一栋楼，长路或短巷，浅绿或霓虹，在这里书写烟火。老街上的青石板细数着山径日常，甜蜜悠然惬意。喧嚣的欢乐就交给蓬勃的他们吧，激昂奋进创新。遍野甘露意，平地群泉涌，这就是我的城市，这就是生活在这里的我们。我看见碧波荡漾，河广湖清，细腻地浸润南方水土，用绿水青山回应生生不息的希望。我看见立体的城市载体，连接着每一个单元，产生融合的温度，凝结出共存共生的时代样本。我看见风驰电掣，周行八方，流动起来的邢台，厚积薄发，势能无限。我看见涓涓细流连接沃野，循着埋头实干的足迹，厚朴善美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，勤奋自强也一并融入了血脉。在这里，每一个梦想都会被看见，被重视，每一份努力都会被尊重，被扶持。最创新的脉搏，最奋进的人们，最昂扬的时代，这里的山川、河流、城市、乡村、过去、未来、市井烟火、岁月烟雨，都值得被看见。你问这是哪里？太
航全程美丽邢台。